由于铁道增刊八月号《新福音战士与铁道》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发行，杂志对《新福音战士》剧场版中出现的众多铁道相关设施，以及其中的铁道车辆以及原系地点进行了彻底取材解说，包括有第三村的原型天龙滨名湖铁道天龙奥羽站，在《福音战士》系列中数次登场的国铁型半钢制电车，以及电影结尾处登场的山口县羽部新川站等内容。另外，天龙奥羽站于八月一日至九月二十六日期间限定变更站名为第三村，站内还将出售来自 Ever Store 的周边商品。福音战士官方赛车队 Evangelion Vision 将从中途开始参加 86BRZ 系列赛，将与曾赢得超级 GT 系列赛的 Kota Vision 合作。参赛车辆涂装以初号机为印象，编号137。车手为经历过日本超级方程式以及日本方程式挑战赛等方程式比赛，目前正在参加超级耐久赛的加贺美玲佑。万代糖果事业部的福音战士食玩推出副卡片的微化饼《新福音战士剧场版微化饼》第二弹，卡片全38种，包括有人物卡片以及使用了电影画面的场景卡片，还将收录有着限定星绘插图的卡片。万代的福音战士食玩框架式可动手办系列 Everframe 第三弹推出福音战士新剧场版 Q 的最终决战套装，套装包含有福音战士第13号机一次神话第三以上形态、 Evangelion Mark 09 Adams 的容器，以及 Everframe 第二弹中的第13号机的配件，套装还附属有指甲，预定12月发售。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，让我们下次再见。